上百位采访小组来到台中北区相当知名的北平路美食一条街，在地赖旺里的年轻里长黄玉佳熟门熟路，先带我们到北平路上这间他从小吃到大的汤包蛋饼店。在煎台前面煎着蛋饼的是阿嬷陈美凤，看不出来已经80几岁。从小吃到大的，对，非常好吃，推荐他的蛋饼跟汤包。你去棒家跟里长亲切互动，汤包蛋饼店经营快40年，经常看得到他在店里头帮忙。目前交棒给儿子跟媳妇，这里的汤包大颗又满意，剥开内馅，扎实肉馅湿润，还会流出汤汁。美凤阿嬷带我们到后头厨房，揉面的重责大任就交给儿子李丰章。老板，你是几岁开始的？我当兵的时候就会了。从还是20出头岁的小伙子就开始揉面团，汤包的面皮要 Q 弹，靠的是手上的真功夫。美凤阿嬷看儿子媳妇接下家业，心里头无限欣慰。我的汤包，我的肉做结实，啊，搁袂讲臭滴，臭滴膏咸，臭肉咸。嘿，阮囝家咧教，拢教到做好食。伊若热人哦，因为若咧加面粉，还是咧用迄种，拢唔敢电，拢唔敢烧吹，因为吹落去哦，要包包啊，迄面粉就顶迄个歹包。面皮会硬，哎，硬掉，顶起就歹包。嘿啊，啊所以哦，三摆洗粉两个很辛苦。夏天得耐着高温，不能吹冷气，让面皮保持湿润，蒸起来的汤包才会好吃。店里头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搭配辣椒酱油跟姜丝，还有阿嬷自己调制的五味酱，吃过的都赞不绝口。汤包吃起来非常的 juicy， 很多汁，对，然后非常的入口。阿伯他是从小看我长大的，那我也是吃他的东西长大的，那每次来他都非常的亲切跟热情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家学校旁边。后来我很有缘的，我搬来这个北平路，他也搬来北平路，所以我一直吃他的早餐。哦，真的好吃。另一位让客人一口接一口吃不停的，就是店里的古早味蛋饼。蛋饼的蛋液里头就有放入蔬菜、青葱，吃起来口味格外清爽，包入火腿片就是一顿美味早餐。也吃20多年了，真的。蛋饼的滋味如何？它那个蔬菜蛋饼，它蔬菜脆，真的有那个味道，还有蛋香，还有松香、葱香。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，它又不会干干的，你看它的里面的料都不会干干的。外酥，哇，外酥，里面嫩，真的好吃，蛋饼很 Q 的，啊 ，QQ 的也很好吃，所以我已经喜欢这边的早餐了。一吃就喜欢，那是街头巷尾最熟悉的早餐店味觉，甚至还有书法家吃完他们的汤包，灵感一来，挥毫送给店里一幅汤包字画，现在呢就挂在老店的墙上。先酒安慰，很高兴。儿子觉得怎样？你要把头发拢白啊？还好啦。要过生活嘛？怎么可以坚持这么久？承诺。什么样的承诺？承诺跟毅力。承诺我爸，我要接手，我要整个做到的。40年坚持的是对爸爸的承诺，要让汤包蛋饼在北平路上继续飘香。早上5点开张，凌晨天没亮就要起来准备。美凤阿嬷和儿子媳妇继续用微笑美味带给客人元气满满的早晨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毛多肉圆。哦，这个肉圆。过个马路，在北平路跟青岛西路转角，还有一间潮州霸丸。老板出身嘉义，是前少棒国手陈昭安。里面坐。走进店里，不难发现，老板把自己以前在球场上投球的英姿都挂在墙上。1979年威廉波特少棒赛，陈昭安投出18K 纪录，为台湾少棒写下辉煌光荣一页。退役之后没继续棒球梦，反而卖起霸丸，一卖就是20年。肉圆皮来讲的话，
我们是再来米八成，然后那个地瓜粉两成，因为我们中部的口味没办法像屏东那一边的吃法，屏东它完全都是米制造一个肉圆皮，啊，但吃起来就是太绵了，太软了。我们中部来讲的话的客户群，他们希望还有一点 Q 的一种那个咬劲。从冠军投手到现在满口霸丸精，陈兆安跟太太两人一块经营霸丸店。制作霸丸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却不容易。要先将腌制好的霸丸馅存在特殊的杯子里，粉料裹上后要用巧劲连馅带粉甩进蒸笼，白白胖胖一体成型的肉圆就可以准备去蒸了。包括它本身的一个制物的一个动作都是要很精巧的，所以说难，不要叫我做，我做不来的。太太一天要做几个？啊，那个就大部分的话都是以一百颗以上为主了，所以他蛮辛苦的啦。我只是在外面吆喝一下而已啊，其实他肉眼是他比较辛苦。他是家里的主头。这是老板娘，然后我是那个他的员工，他很会做肉眼，但我很会卖肉眼。打开蒸笼，蒸好的霸丸就可以上桌。霸丸皮的 Q 度控制得刚刚好，还能稍微看到里头的馅料。利落地挖出两颗霸丸，舀几匙南部口味甜甜的酱油膏、甜辣酱，搭配上蒜泥、香菜，美味加分。用吹耶，所以呢，它的口感啊，会跟一般外面用炸的来的不太一样，然后它还有一些特制的这个蘸酱啊，然后蒜泥等等，就是非常的美味。不是像一般的行程，就是真的是烂烂软软那种，它是有 Q 度的，对。可是它不会像炸的那种肉圆，是吃起来会很油，对，它是很清爽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夏天很适合。中部的就是炸的嘛，啊，它这个是南部口味，是用蒸的。然后其实喜欢吃蒸的话，这是真的都是来买这一家。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，老顾客们来店里内用外带都有。陈兆安的店除了好吃霸丸之外，千万别忘记再点碗四神汤来尝尝。一碗满满的料多实在，有肠子、莲子、薏仁跟芡实，还闻得到米酒香气。我大概中午的时候都会过来吃，因为它的汤比较清爽，养颜美容。我很爱喝四神汤，对，而且它就是也很清爽，很好喝，而且料也很多，很好吃，就是真材实料，很赞。我曾经遇到一个，他住那个在医院里面，然后他的家属来买东西，不晓得要买给他吃，因为他讲说他有厌食症，买个四神汤肉圆给他吃，结果他隔天又回来了。他很开心的跟我们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终于吃东西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怎么觉得他吃起来有胃口？”所以说他又隔天又来买了，然后又告诉我们这些故事。我觉得说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只要能做到这方面的，让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幸福的加分呐。陈兆安用好吃美味的霸丸为客人带来幸福，也用自身所学的棒球经验传承，在台中担任小金龙队的总教练，教小朋友们打棒球。棒球霸丸对他而言都有特别意义。希望你来吃我肉圆就看到棒球，看到棒球希望你想到我的肉圆。有机会来到台中北平路，别忘了来找陈兆安教练吃吃霸丸，喝喝四神汤，还能听教练说说当年少棒黄金岁月的故事。